Hello， 歡迎收看澳洲生活頻道，我是 Alan， 我是 Jimmy。 我們申請888的時候，其中一個要求就是在我們四年裡面住夠兩年。是的。那你知不知道我們住夠了嗎？當然是住夠了，我就很肯定住夠的，因為我們就在 COVID 那幾年就 lock 在這裡，那一定夠的。是一定夠。是的。 那我們就這麼淡定老定，如果有些網友他們又不要肯定死了，那準準確確多少夠不夠呢？多少天這樣有沒有辦法呢？是的，有辦法。那我就找一下資料有沒有辦法可以抄到。如果你靠自己的 passport 就要逐頁數一下日子，有些是電子簽證的嘛，入了境都不會打個印的嘛，那你又 mark 不回的了。有些不是就是說叫大家喂，你記住將你自己那些每一次搭飛機啊，哦，那些登機證儲起的嘛， keep 住曬去，是吧？那你又知道那就辛苦喎，我成搭這樣，因為可能四年前那些都蒙了了，因為他是譬如個登機證拼出來的字是的，甩了色的嘛。那怎麼有沒有什麼新發現啊， Alan？ 我有新發現啊，原來呢在 Home Affairs 那裡是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們查詢到我們的 Travel Movement。 那你知不知道這個地方呢是一個免費的服務，哦，不用錢的，那而呢通常最多人會用的呢就是什麼呢？ Citizenship 的 Application， 即是公民的申請啊，因為他們在最尾那年呢是要經常住在澳洲才可以申請到的 citizen。 所以這個網站呢就是主要提供給他們是可以 check 得翻。搜到什麼給你看呢？就是看到你的出入境記錄啦，坐什麼航班啦，都知道的。哦，是嗎？那麼厲害的？你拿著什麼 passport 出入境啦，passport 上面是註明你用什麼的 visa 身份入啦。哦，好啲係喎！你嗰個 visa 嘅到期日 expiry day 咧都會知道，一目了然。包括你嘅旅遊簽證都知道。哇！即係其實佢已經有曬你嘅底嘅咯，冇得走噶，冇得走嘅喎。咁而家即係話你咁去 check 都係你幫你自己睇下你自己夠唔夠數嘅啫。係啊，我睇下數數，我嘅大懵咪冇記低嘛。咁一 list 出嚟就可以即刻好睇到翻曬出境入境出境入境出境入境，你咪知道到咯。雖然佢唔同你計到，但你可以自己計。是根據出入境記錄加埋一齊咪得咯，加減。係咁嗱，你又話申請就唔使錢啦，即係申請呢個 record。咁手續嗰方面咧，又簡唔簡單咧？手續方面都好簡單嘅啫，你要提供你嘅身份證明啦。係。咁啊，當中有一啲嘅，譬如 passport 啊，driver license 啊。係，呢度咧，佢要你最基本限度咧，就係你要有100分，你先可以申請。又係嗰啲 ID 計分啦，嚇！你租屋啊咩嗰啲都係要用呢啲100分計分嚟到證明你的 ID 嘛。係，咁我哋試過噶啦，總之用咗我哋嘅 passport， 再加埋我哋嗰個駕駛執照咧，就啱啱好110分。係啦，咁啊夠做噶啦。夠做啦，咁我哋就申請到啦。撳咁就得啦。係。咁佢咧就會 email 翻俾你嘅，咁要幾耐時間到咧？大概一個星期左右啦，有時可能會快啲。係。咁翻翻嚟咧就冇簽名嘅喎，淨係一個 attachment， 好似一個 text file 咁樣，其實係 PDF 嚟嘅。咁就好似一張嗰啲 book 機票嘅 itinerary 咁樣，一個好 plain 嘅 English 咁一個 list 咁樣嘅啫。咁但係佢話呢個咧係一個 official 嘅 record 嚟嘅。係嗱，咁佢咧就喺你申請嘅時候咧，夠100分之後咧，係俾你撳一個時段嘅。你可以揀一個 date range 嘅，即係話你我想抄由呢日到呢日之間我嘅 travel record。咁當然你唔可以撳1954年嗰啲啦，太舊啦。咁佢有嘅資料咧係1981年之後咧就有 computer record。依時啦，咁樣就係啦。咁譬如我哋係 first land 嘅時候，咁我咪將個 first land 嘅日子或者前後啦，其實你唔使好準確嘅。譬如你嗰個月嘅月頭。直到你而家想撳嘅今日咁樣，你 first land 嗰個月，直到你今日，咁你咪即刻勾曬所有嘅出入境記錄出嚟咯，方便。好啦，咁我又問下咯喎，咁既然呢一個係有曬我啲出入境記錄，咁呢一份嘅文件我又可唔可以攞嚟當我當申請888嘅時候，佢就咪話要我證明我要有四年裏面有兩年住喺澳洲嘅，咁呢份又係咪可以攞嚟證明咧？嗱，佢就冇話要呢份文件做證明嘅，係。咁你提供俾佢都冇壞嘅，我諗。係。嚇，你要 support 你咁解啫嘛。咁但係你覺得佢有冇資料嗱？我覺得佢有咯，因為 Home Affairs 同埋呢一度咧係同一個網站嚟嘅。係咯，反而喺呢一個 item 裏面咧，即係呢個證明，即係要求你俾嘅文件裏面咧，佢就冇講頭先我哋即係話呢一份文件啦，反而要你俾嘅就係一啲證明你嘅住址喎。係啊係啊，當我哋申請888嘅時候咧，佢裏邊其中嗰啲文件咧，全部都係網上 upload 噶嘛。
login 咗 email account 之後 upload， 咁其中佢分曬類嘅你嘅 personality 啊、police check 啊、health check 啊、其他嘅資料，咁當中 residence 嗰度咧，即係 address residence 嗰度咧，裏邊可以揀咗唔同嘅 type of document，例如咩咧？買樓記錄啊、租樓記錄啊、landlord 嘅信啊。電費單啊、水費單啊、cancel rate 啊、差餉啊、銀行單啊等等呢啲啦，總之有地址嗰啲咧，而佢信得過嗰啲咧，係俾你整曬佢啦，擺落去就係、是、咁樣。咁當中就冇頭先我講嗰樣嘢，因為佢、我諗佢應該唔鼓勵大家走去抄嗰個 record 出嚟擺上去。何解咧？都合理，因為佢哋都係 home affair 啫嘛，佢要攞呢個資料幾難啫，同一個部門。哦，即其實佢根本上呢、這個網頁俾你申請咧，都係 for 你自己睇嘅啫。係啦，俾你做 reference 都係 home affairs 啫嘛，係咪 ？home affairs 啫嘛。嗯。咁你 email account 都係 under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啦，係咪？係。OK。冇錯啦，咁你用嚟睇下你夠唔夠數咁解啦。好啊，唔該曬你呢個資訊啊。都幾好啊，係嘛？係啊，幾好啊，咁我哋都申請咗啦，已經啊。嗯，係冇錯，我哋都想攞翻呢個 list 出嚟作為自己嘅作證。係 OK。咁好啦，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喎。好啦，你覺得有用嘅話，睇到呢度都咁開心，繼續聽嘅話，咁即係證明我哋都 OK 啦。OK 就請你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分享，同埋撳埋個鐘仔，以後有我哋新片咧，你就會即刻知道啦。OK， 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睇埋呢個。